原始点医学2024年版原始点医学。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因素为源，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从果推因，善用按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善源，和避开生气、压力、外伤等恶源，从因处理，以达到防治疾病及抗老增寿的目的。其中观察属诊断，按推属医疗，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由此可见，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那原始点医学它在理论上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好，光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面临什么呀？生老病死。事实上从这一句话就已经解开了原始点是探讨生命的一个医学，它就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生下来就会面临到的种种问题，当然包括病也包括老。好，那我们要解决它一定要知道它的由来吧，它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它怎么来你怎么处理它，还有如何预防它治疗它。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所以我们先它在理论上就设定疾病以衰老为果，疾病跟老它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有的，是因为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是不好的变化，然后种种才会慢走向这样。好，所以这些是后来生出来的，当然就是果，由身体有不好的因才会产生果。好，那什么是不好的因呢？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这个就是不好，所以有因才会有果。就像会有你们，一定是你们之上还有爸爸妈妈，没有爸爸妈妈生你们也不可能来，所以从你是果的角度来设定的话，那你爸爸妈妈就是因了。好，那这样就很容易理解，这些疾病与衰老它的因是什么？体伤跟热能不足。这个体伤跟热能不足又从哪里来呢？它受着炎的影响，那只要这些炎不管是好炎恶炎都在影响你身体，在临床上我们知道了疾病的产生之后，我们如何来诊断，原始点是通过观察，刚刚那个图表我有特别画，它不用仪器，它很简单，就是通过观察患者的身体变化还有一些对话，马上就知道答案，因为它怎么样可以从果推因，从你疾病然后去想到，你疾病的因为何会产生，那我们再来找出好的炎来改变我们的坏的因，那这样我们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它通过观察从果推因之后，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原始点认为既然所有疾病间体伤及热能不足，那体伤就要按推，那热能不足就要补充热源，那这些还不够，还要配合我们怎么样把错误习惯改变，那就是要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些炎都是属善炎。那还有怎么样避开会造成疾病的恶炎，那什么是恶炎呢？这里举的就是像生气啊、压力啊、外伤，当然更多了，像我们这一次疫情的细菌病毒，那些感染都是属于恶炎。
好，这些要避开，但避不开怎么办？避不开就是生病了，生病就用原始点处理，就这么简单。好，那原始点是从因处理，来达到怎么样？防治疾病及抗老增寿的目的。所谓从因处理，就是改变你体质啊。简单讲就是这样，你体质好了，那个病是自己好的啦，不是别人给你好的，没有一个医生能医好你的啦。所以很多人来找我，从甚至各地方都要来找张医师治病，我常常是不见的。我因为我知道他观念就不清楚，才会跑那么远来找我。我的方法已经都告诉你，你就照这样做就会好。那如果你遇到我，你不听我的话，你病也不会好。就像我叫你不要吃水果，你说水果实在太好吃了，要不然煮一煮，能不能这样就吃？会跟我讨价还价的，啊，所以你不听劝，谁看到谁都没有用的，也不是交给医生哦，这个医生医术有多高明，因为好，他再高明，就像我说的，你一定要运动，体力才会变好啊，对不对？啊，结果我帮你运动，你也不会好，医生会，其他医生会像我这样发心帮你运动吗？他更不可能了，所以你更不可能好啊，所以别想太多，所以所有的病一定要靠自己。好，那原始点光这些就可以达到。那这里进一步讲，就是做结论了。观察，观察是属于什么？诊断，就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诊断没有那么复杂的，是我们的医学把我们搞得太复杂。比如在诊断里面来谈，西医用很多仪器来检查，检查什么，哇，然后说，你的疾病之因是什么，这个检查都是属诊断，但是诊断太复杂。中医呢，望闻问切也是蛮麻烦的哦。望闻问切你别看简单哦，很复杂。我自己当中医师那么多年，我很清楚啊，看看你，跟你聊天，问你大小便怎么样，有没有怎么样，哦，问了一大堆，然后再来还要切脉，把脉一下，然后再来，他还要想想看我应该怎么辨证论治，然后应用八纲，哦，想来很复杂的。原始点没有，他的观察很简单，从果推因就直接推到你的真正的因了，你体相在哪里，我应该怎么按推，你的热能不足，我应该用什么热源，这样就补充了。所以学原始点的人不会讲太多复杂的东西，讲太多复杂或玄妙的东西，通通不是原始点的。原始点不搞神秘秘的。好，按推属于医疗，其余乐园还有包括运动、适当休息、良好心态，这些都是属于保健。所以这些都是治病的方法。那从这里你们就看到一件事。哎，那这样说来，西医也有一点怪怪的。西医说治病是要用医疗，所以你们不能谈医疗。你们说保健，他都不会管你，因为他西医没有保健，所以他认为医疗才能治病。哎，但原始点是说，医疗跟保健都是可以改善因的哦，啊，因改善了，果自然就改变，所以他就是治疗。哎，从这里他就做出一个结论，所以从原始点一路做下来，所以医学不是人家告诉你什么叫医学。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问西医的朋友，我说你认为医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他当医师那么久应该知道。他以为我是在跟他开玩笑，才会问他这么简单的问题。但是他一时也答不出来，而简单也答不出来什么是医学。医学一定包括理论与临床，我说从理论去探讨生命的真相，种种的变化，然后再来从果推因。好，那临床呢，临床就是从诊断、观察
然后看出你这些老跟病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再找出治疗的方法。这些理论与临床原始点是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分开的啦。那临床就是诊断跟治疗也结合在一起，没有分开，这个是跟其他医学最大的不一样。西医诊断完然后说你等几天再看我的健康报告，然后我再想方法帮你治疗，开出治疗的方法，是分开的，诊断跟治疗都是分开的。即便中医啊，望闻问切把脉之后，这些观察之后，然后他要在治病的时候他还要想一想，原始点都是直接，因为他在观察的时候诊断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治疗。我这里就把所有的医学几个重要因素都涵盖过了，医学一定要包括理论与临床，临床一定要包括诊断与治疗，啊，治疗一定要包括医疗跟保健。好，原始点医学它一定有理论跟临床，那临床呢，理论是谈什么呢？理论就是谈因缘果，疾病跟衰老是果，它是从什么产生的？从因产生，就是体相跟热能不足。那怎么来改变这个因呢？就是缘，缘就是如果它有体相，要按推原始痛点，还有患处痛点。那如果它热能不足，就要外内热源，还有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疾病与衰老。好，那诊断就是这样。这个图表，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好，我们再说诊断。我刚刚讲的西医不是观察，它是透过仪器检查，这里就跟我们不一样。那中医呢，望闻问切。那如果它的外治法呢，啊，就复杂，要经络理论，这些我们就不谈了。好，那外治法不管这些，我原始点都蛮简单，都把它简化。好，从这一张表再来看疾病与衰老，这样我们也清楚了。原来 人之所以会老会病，就是因为组织器官运作不顺畅，然后再来我们的热能推动力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少不足了，才会产生。好，那谈到这里，体相，体相是一个抽象名词，原始点的解释就是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那组织器官运作失调还是抽象啊，能不能具体？可以，这个体相就是我们找出来的压痛点，压痛点一按马上能解症，这如果不是疾病之因，那你怎么能按症状就解除呢？所以具体就是压痛点，马上就可以找出答案。所以原始点不打明无障，它都可以说出具体来。那所以这个压痛点变成原始点的一个特色。那如果这样要谈，又可以谈很多了。压痛点第一个提出来的不是原始点，是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孙思邈就有说，他治疗一个患者的腿痛，然后他帮他针刺穴位，经半个月无效。你知道一个医师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名气有多大，他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思维会跟一般的医师不一样，他会去找答案。所以孙思邈他就想，好，既然经络穴位治疗腿痛是无效，那一定还有方法。所以他自己也想，他想出一套解套的方法，他就是从他的腿痛往上一直压，压到一个特别痛的点，患者突然叫啊一声，所以他简称为阿是穴，所以阿是穴是这样来的。然后他就从这个啊的地方，阿是穴的地方扎下去，患者的腿痛就好了。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孙思邈就是说，那这个压痛点的疗效胜过经络穴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突破。但是很可惜，
之后的中医继承再也没有人谈阿是性，为什么？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每次来都要找阿是穴没有固定位置，也没有固定范围可循，所以中医是不可能每个来都找，这样 就慢慢被后人忽视，直到1000年后姓张的出来，就有解了。理由很简单，原始点要找到压痛点，只要在我的一条脊椎脊七处一定可以找得到，而且没有复杂。比如说你手腕痛往上找，那手肘的开关这一食指宽，你就可以找到压痛点。那压痛点只要你找出特别痛的地方，你只要一按，要按多久？几秒钟，几秒钟，我说的不夸张啊，你只要轻微的几秒钟，你立刻就缓解了。哦，这个案例太多，不是吹牛，所以有人问，那你们有什么案例？我都觉得这个都对原始点不了解，已经问外行话了。因为我早期是怎么做的？早期我不演讲，你哪里痛？你们底下台下出来说，一个一个做。因为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你讲那么多做什么？所以我早期的风格是不谈的，好，那体相就是可以找得到，又可以立刻解症，不要复杂。所以我刚刚讲一句话，你手腕痛，你一定会按手肘，你不可能按屁股，也不可能按头部，因为它即便按了也不会好。那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表示全身的压痛点是一个吗？还是两个？还是很多个？有没有人能回答我？表示很多个啊，所以你很可能头部也找到压痛点，但不是每个压痛点都有效。这也就是我说孙思邈可能也没有想过压痛点原来还有这么深奥的一些理论，因为压痛点身上到处都有，但是你要找到最近的开关的压痛点才有效。孙思邈之所以有效，也就是因为他腿痛往上找，找到最近啊一声，他从这里下手。如果他找到头部来，那应该也没效，以后他就说阿是穴也是没效，但因为他找最近的压下去就解决了。所以压痛点不一定是体相位置哦，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压痛点一压下去就能立刻解症的压痛点才称为体相的位置。那这样说来，体相既是疾病之因，你看哦，这个体相既是产生疾病与衰老的因，同时这个体相的位置具体的就是压痛点，你只要找出来，这一解决体相，这些都可以解决。哇，这样你这样医学哪有复杂？我这样一说都是很具体。那体相还会有什么来影响它？就是热能不足嘛。因为组织器官你要正常运作，你背后一定要有一股推力、推动力。如果在中医啊，他们叫气血吧，气血来推动。气血通啊，他们说通者不痛啊，大概是这样啊。真的通与不通是组织器官在运作，你要让它顺畅，有时候光靠药是不行，所以一定要刺激。中医也知道，所以他的三大疗法：一针、二灸、三用药。其实针在我的看法就是解，是找开关了、就是体相的位置来解决这个疾病。其实道理是一样，只是中医之所以一直发展不出来，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是真正找到体相的位置。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不是压痛点。你看哪一个穴位是你找到了之后，然后摸摸你这里痛不痛？没有，穴位没有在讲，我只要位置对，我就你痛不痛跟我无关，但是我针下去你一定痛。
是这样的。那为什么那个痛很重要？我研究就是，你真正的压痛点找到，那个是真的疾病的来源，也是一个开关，你按的特别有效。但你靠外来的针刺，然后提插旋连转来产生刺激的痛，比如酸痛、黏胀啊那些。好，我告诉你，它刺激了之后，你知道那个刺激对我们的循环有没有帮助？有帮助，你局部的循环就会变好，是这样来。那循环变好，哎，这些都通畅，来达到解症的作用。但是它的效果为什么就像孙思邈的也不如压痛点？因为它这个是疾病之因啊，距离患处又很近，所以它能够立刻解症啊，是这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体相的概念。那体相呢，这个牵扯到诊断，因为我们说观察出来，那你总知道要体相跟热能不足嘛。那体相它还有分他处跟患处，你不是找到大开关最近的压痛点就一定能解决哦。我说这个压痛点要成为体相，还有一个先决条件，一定是你按推下去一定立刻有效。但万一没有效呢？你如何自圆其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痛，所有的痛，我认为八九成在他处，也就他处底上按推原始痛点，你就可以解决，没问题。但万一你遇到了那一两成呢？按推没有立即改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按推无效，那我问各位，按推原始痛点无效，也就是原始点的压痛点无效，这个压痛点能不能称为体相的位置？不能，不能，知道吗？一定是按的有效才称，所以它不是他处体相，因为原始点的位置离开患处，所以我们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他处体相。我告诉各位，疾病我就是分得很简单，它的来源不外就是他处，要不然就在患处，患处之外就是他处，患处他处之外还有哪一处？没有了吧。你这里痛，这里是疾病的位置，对不对？在这里找到痛，附近找到痛点，叫做患处痛点，患处体相。那你离开，就像孙思邈离开了这个手腕往上找，找到压痛点，相对于患处来讲，不管在哪里找到都叫什么呀？他处。可能在手中，也可能他在肩膀找到，也可能在头部，反正离开了都不是患处，对吧？啊，所以我刚刚讲所有的体相位置，除了患处以外，他处以外，还没有哪一处？没有了吧。所以再简单不过，那原始点又归纳到很简单，它一条脊椎及七处刚好涵盖刮全身的所有疾病。哦，真厉害咯，不要14条，它只要一条还有七处就可以涵盖刮。那涵盖刮你只要找最近的开关你就可以解决了，不是再找更高的。所以你到最后解决疾病只有一处，没有那么多处。这个又把很繁杂的化到极简。好，那他处最近的开关又解决不了呢，那就不叫他处体相了，那就要在患处找。啊，找到压痛点之后，你从患处压了有效，哎，这个叫做怎么样？患处体相。哦，所以疾病不外就是分他处跟患处。那你按推除了按推原始痛点之外，还有可能要按推哪里？患处痛点，这就是原始点解决疾病的治疗方法。简不简单？非常简单。好，那这个体相按了它一定会改善，但问题来了，你对体力虚弱的人，他热能不够的人，他可能一时经过刺激
好像打鸡血了，他突然间兴奋起来，兴奋没有多久，哎，他又恢复平静了。这时候还要让他持续下去的时候，就要靠热，还要靠他的锻炼。他把体力锻炼好，他修复体伤的能力加强，哎，他就可以完全修复。所以这么说来，疾病是谁医好你的？自己嘛，你按推，身体在运作，他就恢复正常了，然后你再给他一些热源，持续不断的让他维持这个正常运作，然后再加强体力的锻炼。如果在西医讲，就提高免疫力、自愈力、抵抗力，然后这个病就会好。原来这些力其实就是你的体力了。所以当医学跟你讲很复杂的时候，你想他讲对讲错，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学原始点，我说学原始点不是学迷信，是学智慧。你一听他们说，哎呀，现在癌肿瘤我们又发现了有一些免疫疗法很好，我告诉各位什么叫免疫。免疫疗法就是让你免疫力提高嘛，抵抗力提高嘛，自愈力提高嘛，就是这样这一回事。这些力哪里来的？我告诉各位，就是体力，涵盖过一句话就是体力。但是它医学会变魔术，把它化成很多名相，那你搞也搞不清楚，一辈子都觉得医学太复杂。在我看来，很简单，原来就是谈这一件事而已。那这些老实讲，体力如果你好，很多病都可以自我修复。那这样说来，根本生命是可以掌握在自己啊，你要老得快也有方法的，你就每天吃水果，每天躺着不动，然后每天跟人家斗嘴，很快啊，对吧？那如果你养成良好习惯，早上起来就运动，喝姜汤，喝姜糊，然后愉快的热心帮助别人，哎，有正确的良好心态，你这些力都有了。好，所以原来治疗你只要体伤解决，症状就可以立刻改善。那如果要维持这些症状完全的康复，还要一个热，所以它一定要透过两个途径，一个按推，一个什么保健。那我们刚刚讲的按推这个是属于医疗，那这些就是属于保健。那我们再来看中医呢，中医三大疗法，第一个针刺穴位，一针二灸三用药。好，那针就是针刺穴位，那就是雷同于类似于原始点的按推了，那这个是属医疗，所以中医也有医疗。然后再来呢，灸，灸就是一个热源，外热源嘛。药呢就是一个内热源而已啊，你这样马上就了解哦，原来中医的一针二灸三用药，原来就是在讲医疗跟保健，也就是针刺穴位属医疗，那外内热源属保健。这么说来，中医它最后的医学结论也是跟我们符合的哦。所以原始点医学一做出来，你再把它归类，这个就是医学。所以医学不是谁定的啦，哎呀，你就是一路做出来，然后把它归类，逻辑清清楚楚，就可以谈出来。好，不是他们书本写的比我厚，所以他们可以称医学，我那个比较薄就不能了。不是看厚薄的哦，我跟你讲，也不是看他的仪器有多先进，我那个手不够先进，我就不是医学，他就是，不是看这些的，是看脑袋，你这些然后对人体有没有帮助，这个才是真智慧啊。我们再来看西医就更清楚，西医它有没有保健？它会叫你去运动吗？不会，它叫你生病要天天来找我才会好，你不找我，不吃我的药，你自己了断，他也不管你，他是这样，也就是他一直在灌输我们，我们生病就是要找医生，没有其他的。原来我们好像从一开始生病了，连我们的健康都不能做主，为什么？你健不健康？我问你们，你们自己知道吗？学原始点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是，你可以有找
对吧？什么叫生病？疾病就是要有症跟状嘛。你没有症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什么都没有，你能说我生病吗？不能啊，当然不能啊。你们说我生病，我还会说你们神经病啊，是吧？我是什么？我什么事也没有做，你们就说我生病，这不行的。所以生不生病，你自己知不知道？完全知道，但是到西医出来，你们通通不知道。因为我问你健康吗？他说我还没有去做健康检查，我也不知道。那就代表你连自己的健康你自己都不知道了，那你要靠仪器才知道。那我们不是越活越回去了吗？古代的人他们知不知道生病？自己知不知道他生病了？知道啊，所以他们生病了才会去找中医啊，不是去中医说哎呀你帮我把脉看我有没有生病，不是，把脉就准备治你的病了，就是你来找我，我就是要医你的病，哪有说先创造一种哦什么才是疾病的模式，然后你来了我来帮你诊断一下哦，这个才是叫什么疾病，没有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人活的老实讲都没有自信，你连生病都不知道。好，那这样说来有没有疾病看症，有没有症状啊，就对不对？没有你就是健康，不要怀疑。那原始点还有一个好处哦，因为它可以治疗体伤，因为体伤可以治疗疾病已衰老。原始点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还有一个治未病，你有疾病必有体伤，对不对？你没有疾病就是果嘛，如果你从因缘果角度啊，这些疾病就是果啊，有果一定要有什么？有因嘛，这天底下没有说有果没有因的。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很可能就是石头生出你们，你们就从石头蹦出来，对吧？不需要因，你们就有果嘛。好，那如果有这样有因，是不是一定有果？有因一定有果吗？有女人一定会生孩子吗？因为生孩子一定是女人的啊，我就不说男生，所以有女人还不一定哎，还要有什么呀？男生的帮助啊，男生这就是缘，对不对？有缘有因才会产生果，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到疾病，你就知道一定要有因。那这样说来，你没有疾病会不会有体伤？女人还没有生出孩子之前她还是女人，她还是具备有生出孩子的功能。我跟各位讲，那如果你要让她生就是给她好的缘，而你让她不生就给她结扎吧，对不对？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好，那这样说来治未病是什么概念呢？我就先从一条脊椎七处找出体香的位置，了解吗？那这些体香就代表怎么样？你有压痛点，那很有可能产生疾病，只是现在还没有发，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简单的讲，你如果怕一睡不起来，因为很多人一睡不起来就是心肌梗塞了，西医讲的啦，心脏骤停之类的，很多人就是西医也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来的突然。但原始点呢，这个小 case 啊，因为它会发展心脏病，这个是果啊，你不让果生，那你去找因嘛，它的因在哪里？它的体香位置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背部嘛，这里最近嘛，这里你压看，如果没有压痛点你放心，你想心脏骤停，我看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因不可能有果嘛。那如果有因，你现在还活着不代表
它不会发生哦。好，那你先把这个体伤怎么样解决了就好了。所以它是可以针对胃病，你怕哪里出现问题，我针对它，我就可以解决它，然后达到治胃病。这一招可厉害，中医有没有办法治胃病？没办法。我告诉各位，没办法。中医他们说治胃病，他们说上工治胃病，有没有？那是抽象的名词，听听就好，但要落实很难的。你说补中药把身体改善体质就能够长命百岁吗？就能够治胃病吗？不可以。理由很简单，因为吃药体伤未必会修复。如果会修复，那中医的三大疗法就只要吃药就好了，对不对？也就不用针刺穴位灸穴位嘛，针对局部嘛。所以中医很多理论，在我现在原始点的发展来看，还是不究竟。它是不究竟，因为它不可能治胃病啊。治胃病就你既然要治胃病，你必须要治哪个胃病？你光这一个你就没办法提出来。你喝姜汤，或喝参汤，或喝中药，你喝进去是全身吸收，它不可能跑到特定的地方来啊。那你喝中药怎么能治胃病？这个就很明显了。你一根指头痛，你去找医生，找中医，如果他给你开药，那这个中医脑袋就有问题了。我跟你讲真的，一根指头痛还要吃中药改善整全身体质，然后再进一步修复体伤，哪有那么烦的？以原始点来看，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在走遥远的路来治疗一个他没有找到捷径。如果这样一根指头痛，你就在上面揉个一分钟就好了，对吧？治已病是这样，治胃病也应该要这样快很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治胃病啊。没有人提出来，因为他们只有理论，没有办法落实。那在这一点上，体伤我已经讲到这样，已经发展到很完善，所以他处体伤也可以找出来治已病，患处体伤也是可以治已病。但同样反过来说，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你只要找出压痛点，虽然他没有症状，也可以达到治胃病的功效。这样理解了吗？那我这样考一题，如果你怕老人痴呆怎么办？很多人老现在西医也说、啊、老人痴呆我们没办法，对不起。那老人痴呆又有分轻跟重、哦、有时候刚开始回家、那望东望西的、这个初期的就要小心了。那如果你看你的家人牵着脚踏车出去，回来的时候只有独自走回来，你就知道、他比平常更严重了。而哪一天脚踏车牵出去，人也没回来，回不来，连路都忘记了，那这个就严重了。那这时候再来治就更晚了。所以老人痴呆西医完全没办法，但他在还没有发展开始的时候，有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甚至我不等他有任何迹象出现，我就可以解决他。这一招才厉害，为什么？你会产生老人痴呆就是脑袋的问题嘛。那脑袋我简单嘛，我把这里按一按看有没有体伤，这里按一按，如果没有你大概就没有了，就解决了。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医学还那么复杂，还很多不能解决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但从原始点一路做过来，我发现哇，这些都已经是原始点可以完全克服的。我光讲体伤 这一点，我相信已经把很多后面的话我都带过。所以它既可以治已病，也可以治胃病。那你就知道治胃病不能用保健的手段。好，你比如你怕老人痴呆，你们说我充分休息，良好心态，适当运动，很多人都做了照样老人痴呆。为什么？
因为他的头部你没有加强啊，他有体香啊，你没有加强，所以用保健的手段不足以解决治胃病。这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中药是保健，当然是不能治胃病，它只能说改善你体质，来让你、哦、这个体香修复，来达到可能比较好的结果，但不能保证。好，那这样说来西医就有问题了。刚刚讲的西医它解决疾病，它不是在解决衰老，它是老病不分的、啊、后面我们在讲疾病与衰老会讲到，它在解决疾病的时候、哦、它只有用医疗，医疗的手段不外就是药还有手术复健，就是这几样，大概你把它归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哦、那药当然还有什么化疗，那些名称又很多，我也就不一一讲。好，但是它不会叫你做保健的手段，那代表什么？西医在治疗方面它只有靠医疗而没有保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告诉各位我的看法，中医比西医更加完善。但是没办法，现在的人也不了解了，也不分了，反正找中医找西医，反正有病到处找，但你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只是说中医还有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它的体香、哦、比如说你手腕痛，它光针灸的穴位你去找三家，三家的穴位都不一样，是吧？你去找原始点，找十家，十家都会帮你按这里。如果他帮你按到这里，那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原始点。好，从这一张图表你已经可以把中西医的很多治疗方法其实都概略谈出来了。所以我说学原始点他学到最后是心能笃定。为什么刚刚大家都在发表说疫情期间你们得了、哦、这些感染啊，生病了，你们怕不怕？学原始点的从来不怕，我跟各位讲真的，没有一个怕。所以原始点因为你有这样的智慧，你根本不会恐惧的，然后都知道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是精准。所以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它很精准，原始点一定是要做出来。你看我们遇到的我们是怎么来诊断跟同时治疗，他第一个来 不需要通过仪器，你就通过观察，观察是包括跟他的对话，那对话要不要很久？不需要，就在几句之后你就可以做下结论应该怎么做了。那照这样做应该你能做出来做不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个才厉害。好，我进一步再讲，也就是到诊断与治疗，原始点还有一个医学没办法写得那么清楚的，就是比如、哦、你感冒多久会好，医生不敢讲，因为以前老医师也跟我讲，你当医生不要轻言跟患者讲你这几天会好，因为我们不是家务郎中、哦哦、所以不要说得太满。但是原始点因为从很多案例已经几乎可以归类了，你得疫情一般体力好，一般一个礼拜内一定会好，就这么简单，你就照喝 姜粉泥、哦、然后有体香按推你就可以好、哦、那如果有一些什么吃东西吃坏肚子啦，甚至肠病毒啦、哦、西医讲得很严重一样，你看那个我说这一次疫情那个也是病毒啊，一般反正有症状差不多一个礼拜，那如果跌倒破皮出血啊，那个差不多也是一个礼拜，骨折也是一样，差不多，骨折差不多，我们做的时间如果都照正常步伐，是21天就可以愈合，也应该是中西医最快的，也就是我指的是
骨折没有跑掉的，那如果粉碎性骨折，那个就另当别论。所以速度很快。那如果一些慢性病，一般大部分是3到6个月，我大致这样讲。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个患者的时候，他多久会好？老实讲，我心中怎么样？清清楚楚。真的，所以做原始点的人会做到感觉很有自信，也是这样的。因为他多久会好？你只要照体相，哦，热能不足这个方向去走，除非患者不配合，你叫他回去要喝姜汁，他去喝苹果汁，那我也没办法，哦，那效果就差。叫他温敷，他也不听，哦，好，如果如理如法做，他时间多久会好？还有原始点，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他到底能治什么病？什么病不能治？目前没有一个医学说得清楚。我举例，我早期当医生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都在谈中西医整合，有没有？那就请出很多高明的，还有有名望的医师啊，包括西医还有中医界的大佬在台上演讲。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医生，哦，在台下讲，但他们立场分明。为什么？因为有些中医师就讲啊，你们哦，西医最大的问题就是哦，不需要开刀的哦，有时候吃药就会好啊，你们也把人家开了，哦。西医也反驳说啊，你们应该告诉我啊，要不然什么病应该开刀，什么病不能开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能讲得出来，我也能承认啊，哦，这个对话就是有一点彼此在各自维护立场，但是讲出来的话好像乍听之下又有道理，但没有结论。为什么？因为西医也不知道我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啊。你能告诉我，我当然我也可以欣然接受。同样中医也不能说那什么病是不需要开刀，什么病是需要开刀，他也讲不出来。在这一点上，原始点很清楚，什么病我能治，什么病就超过医学的极限，就是原始点的极限，是身体无法自我修复的，他完全清楚。这一点也是医学在诊断所没有的，这个很大的突破，你们别小看。好，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用原始点按推还有热源，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而且它越来越严重，你就要观察是你有没有问题啊。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然后你可以还可以观察，如果再观察一段时间还不行，那你这个就要从国治病。另外一种就是急性外伤最有可能，比如说粉碎性骨折，它已经都跑掉了，你不可能，哦，然后来然后推一推它就归位了，它不会跑回去的，哦，所以这个早期从国治病。或是你不小心，哦，去被机器然后把这个手掌断掉了，你能不能说，来来，我原始点帮你接一下，涂姜粉你就愈合？不可以的，哦，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绝对从我治病。或是你哪一天吃鱼，啊，鱼不好好吃，结果刺在喉咙，那很痛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稍微试了，我按按头部原始点看看，如果按了没有效，就知道那个是鱼刺，怎么会好？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从火治病，去让耳鼻喉科把它夹出来就好了。所以这些都是原始点没办法治。啊，什么原始点能治？按推原始痛点，就是他处跟患处，把压痛点找出来，按推，还有加上外内热源，都能解决的乙病或胃病，都是原始点能治疗的范畴。那这个范畴有没有比中西医还大？我告诉你，多的太多。光胃病这一项，我就是说前所未见。你说要养生，养生没有原始点，你怎么养生？你怎么治胃病？没有啊，没有方法。你
不能乱吃啊。那你还可以针对 哪里弱项，你把体相找出来，直接按一按，然后再加强热源，它就修复了。然后乙病更是这样啊，你看我们在治疗诊断有多快，没有一个医学是这么快的。然后到底是要用外治法，要先按推还是热源，都有一定。中医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你一个指头痛，也许他开药，你遇到内科的他就开药，你遇到针灸科他就帮你针灸，就是这样。但是原始点有分哦，哎，你这个轻重症，你应该按推就可以，把大开关按开了就可以解决疾病。所以原始点它在诊断上到底多久能好，它到底能治疗的范围多大，还有什么病不能治，心里都有数。所以也就是患者来找我，其实这个应该给西医或是给谁治，我心里其实已经都包括讲完话我自己都可以评估了。那如果像这种患者，我一定怎么样，当仁不让，肯定不让他跑，来一个治一个、哦、如果你们手法学好了，应该也有这种自信。好，这是原始点。所以它的特色在诊断与治疗，它已经突破到什么程度呢？它从观察症状，也就观察症状，它已经可以分出疾病的什么轻重，也就是你这个病会不会威胁生命，或是这个病没有危险性，只是让你不舒服啊，这个病是轻症还是重症很清楚。好，那到了重病的时候会影响生命，又有分了。因为今天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来课场还能从远途飞过来的、哦、都蛮有体力的，所以我今天没有。如果有、哦、其实因为原始点它是做出来，你什么病，像什么病，因为遇过太多了，来我马上就能诊断，会生会死其实心里都有一个。这怎么来分重病？重病我再分成三类，比如说一般的重病，比如怎么样，容易疲惫呀、啊，没有体力呀、啊，这个就要小心了。没有体力就要小心了。那然后每次休息又起来，没有多久又很疲惫，常常很疲惫，哎，这个是一般的重病。然后讲话有气无力啊，走路感觉也有气无力，其实这些都已经生命正在败坏的迹象。好，那进一步，如果你不正视这个问题，你再感觉哎，现在不止走路无力，好像全身越来越没有体力，哦，已经不是脚没有力了，现在连全身都感觉怪怪的，然后开始甚至吃饭也少了，胃口也少了，然后甚至突然间暴瘦，然后甚至很多症状哦，甚至有呼吸困难。哦，这些心力不整开始出现，好，这时候已经是什么呀？已经进一步，也就是你体力越来越差，你已经有危险性。这时候我称为险象已现。那如果你突然间暴瘦，这个很多人有，突然间暴瘦，突然间没有体力，突然间肌肉萎缩无力啊。然后再来出现腹部水肿，尤其腹部水肿一出来，我就替你担心了。然后如果他还有比较紧急的，像意识不清啦、啊，像植物人那一类，或是他还有一些呼吸很困难，越来越困难，那我告诉你，你已经命毁了。如果再不处理，你时日无多啊。所以你几乎看到患者他已经走到哪一步你清清楚楚，然后如果再不处理好，他哪一天你看到他然后长长的吸一口气，然后吐一口气，那就是准备怎么样，叫人来助念了，知道吧？不要留念了，大概九死一生了，应该是活不起来。像这样的人，我没有看过一个生的。所以哈、哦，原始点他学到最后，
你为什么会没有恐惧呢？因为你到底什么病，你已经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他清清楚楚。所以我早期都会问你们学原始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能不能预知时至，能不能？这才是原始点，这不是靠修行来的，是从观察，观察到你哎，身体败坏到什么程度，它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完了。这是一个智慧，所以原来能够预知时至是靠智慧。原始点就是这样观察出来。比如你轻重症，你活蹦乱跳，老实讲，阎王也还没有注意到你，你还有一段好日子，好长的日子可以过。但你常常疲惫，越来越没有体力，哎，这时候阎罗王已经请帖已经发出去了，通知你了，那你还不注意，突然间哎，体力越来越下降，那小心了，你已经有危险了，他已经第二封又送出来了。当你有腹水、呼吸困难这些紧急的情况，意识不清，甚至眼皮连张都张不开，动弹不得，哦，类似这样，他第三封已经发出来，这时候你已经要怎么样？已经要跟家人说拜拜了，遗嘱先结好，该交代交代好，然后人生没什么值得留念的。然后他到最后等待最后一口气，那就是他们已经把你准备送走了。所以原始点怎么会害怕？你得了一个病，然后稍微哪里痛哪里痛，哎，不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所以原始点为什么学到最后，他看清楚了生命的一些种种变化之后，他得大自在啊。所以我再把它归纳，原始点最大的不一样的诊断在哪里？他只要观察，不要很复杂的理论，观察之后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你的疾病轻重，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决定你到底是要先按推还是先热源。所以他在观察的时候已经把治疗的方案完全怎么样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是诊疗一体。好，那你们刚刚也看到我在按推的时候，我按推如果有效，因为他树体香大部分按了一定有效，哇，你们刚刚还没有看到换树体香的，如果按了没有效，好，那我再换树按，哎，按了就有效，那就是换树体香。所以在按的时候你已经在治疗，同时还在诊断分辨他的体相位置在哪里，所以他既是治疗也是诊断，所以他诊断与治疗是一步到位。哇，这个就厉害了，哪有一个医学是这样的？我告诉各位，现在我这样讲绝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你们刚刚也看我这样，我是做出来才讲，我这个人是非常的保守，有一说一，我不会还没有做到我就这样乱扯，不至于。所以我做了，我自己都觉得啊，原始点的发展太快了，就是他既然在观察中诊疗已经成为一体，他在按推的同时已经一步到位，诊疗都一步到位，你哪里有一个医学把脉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没有，你在检查仪器检查的过程中你病就好了？不可能，你唯一只有找到原始点。所以他这里通过观察从果推因，马上有治疗方案，从到底要改善他处还是改善患处体伤，他已经知道了。然后到底要先用热源，哦，内外热源，还是先按推，他也有方案了。然后如果到重病的时候还要配合按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来改变错误的生活习惯，到重病才会这样。好，所以我们重病还要配合这些哦，那轻重症不需要配合，就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我们是治疗患者，只要他病好了就好。
但如果你要再跟患者谈深入的时候，你要治胃病的时候，不要等大病来了才这样治疗。你如果平常过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得到大病呢？不会啊，你平常就有在运动，然后有充分休息，然后心态是完整的，不恐惧东，不害怕东，害怕西，然后每天去做检查，然后自己吓自己，你根本日子是好过得很啊。然后有空就来听听延时点，多好啊，对吧？这样的生活多自在，然后你得了病，没有一个害怕。我在疫情期间听到世界各地的推广原始点，他们很多得到，他们没有一个害怕，然后也没有一个挂掉。我认识没有一个挂掉，就按推热源就这样就好了，怎么会挂掉？除非他不听劝，又去吃打针啊，打掉点滴，因为点滴为什么会出问题？寒啊，呼吸已经困难了，体伤已经严重，你再加上寒，那体伤一定加重，那不是症状加剧。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我说医学它目前就是不完善，如果完善，我今天就没有延时点，我是在不得已而走出来。好，那这个是诊断，我已经讲它已经做到诊疗一体，这个也是你们前所未见，而且还大概看到这个病人多久会好，你心里也有个底。然后这个医学能治疗什么病，什么病不能治，它也是清清楚楚的，这些都是医学没办法做到的。